Thank you.
不惹麻烦，才……喂，别再往前走了。
喂，别再往前走了。班尼先生最伟大的作品是什么呢？班尼先生最伟大的作品是什么呢？笑到最后才是赢。我们赶紧向家族反映一下。
赶紧向家族反映一下。筑梦。筑梦艺术是神圣的。Thank you.
飞中逝者在临，命运并非选择。我前来送行，该我出场了。速战速决吧。尝尝本姑娘的厉害，既定的轨迹，不祥之兆，该清算了。算你们运气不好，要开始了。不痛不痒，错了对手。你在打，不是吧？看你了，灵兽天赐，好多了，偿还吧。你在打，想了解什么？我前来送行，该我出场。不许跑！you
持着。你们选错了对手。命运并非选择。飞中逝者在你，命运并非选择，厄运之事该清算了。来我出场，要开始了。
下。筑梦艺术是神圣的，思辨的。你懂艺术吗？喂，别再往前走了。不惹麻烦。休息一会儿，把手机震动关掉吧。简直不可理喻。怎么到了梦里还要拍戏？给他来个儿童餐。咱们的报纸简直大卖呀。学历高没一点。
看起来不错。看看有什么新鲜事。黄金的时刻又度过了安宁的一瞬。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的全部内容。加入家族，为社会举杯，为美梦欢宴。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。清算时间到。领受天赐。好棒的公司福利。永年非中逝者在临，行情扑朔。对啊，望长放短就是成功的秘诀。暗梅天试下深情，我前来送行。苏哲，命运并非选择。歌
颂生命。时间还早，现在去哪儿？这就见底了。在梦里运动能减重吗？这里就是艺术的殿堂吗？梦想就在眼前了。哼，打卡完成。钟表匠究竟是谁？钟表匠究竟？听见没？滴答，滴答。
酒吧关门以后，加入家族，为社会举杯，为美梦欢颜。
见鬼，怎么打这么高的分数？见鬼！小小的披萨，时时刻刻，美味时刻。加入家族。为盛会举杯，为美梦欢颜。
参谋，我做到了。喝下这瓶苏乐大，造起来吧，伙计们！
你也对中暑感兴趣？你也对中暑感兴趣？你也对中暑感。来看我的收藏吧。来看我的收藏吧。
喝下这瓶，喝下这瓶。大哥又在催我回家了。错把鱼眼当真。清凉入梦，沁园沁园。欢迎光临梦境贩售店，星穹列车的开拓客。好久不见，历劫佳人，你一定是来体验那枚梦泡的，我已做好准备。
请注意，虽然 B 店的商品均已通过027号欠损菲勒斯和076号实在界荒原两项安全协议检验，但这场梦它是一段尚未经过修饰和打磨的新鲜记忆，生猛又刺激。资深玩家将这种梦称为此身，我不确定这点是否合您胃口，如有任何不适请立即离开梦境并寻求专业的医疗帮助。很幸运，我正是一位优秀的医生，虽然是精神科的。让我们开始吧，请您闭上眼睛，将额头抵在梦泡上。哦，对了，那位优雅的女士临行前还有一句赠言。这段记忆的性质有些特殊，为了其他顾客的梦境体验，还请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他的结局。在我看来，这毫无疑问是一场谋杀。谋杀？这个词对我们太陌生了。在家族的保护下，皮诺康尼不可能出现任何伤亡。在梦中，就算一个人被铁锤殴打千百下，充其量也只是在现实酒店中醒来。哎，话不能这么说呀。就算结果构不成伤亡，这犯罪意图也够明显了吧？你们特地过来封锁现场，不就是因为这案子性质恶劣？你说的也对，即便不会真的受伤，但好端端走在大马路上就被人用锤子一顿乱砸，这绝不是该发生在皮诺康尼的事。啊，二位既然是项目加西派来的，现场就任由你们调查了，我会在一旁待命。好姐姐，你究竟使的什么法子，让他转眼就相信咱们是什么侦查人员？只是一些记忆层面的暗示。如果一件事出现在所有人的记忆中，那么它就是事实。若时间再充裕些，让他相信我是童鞋本人锤记也不是不可能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你这位同伴吧。玉婷的译者，我注意你很久了，入住酒店时你就在偷看我，来到梦境后我去哪你就跟到哪，商业街的橱窗里，爱迪恩公园的水面下，甚至酒杯的倒影里，无处不在。亲爱的，你是不是暗恋我呀？好呀，既然你对我这么感兴趣，咱们就玩个游戏吧。我在奥迪购物中心附近给你留了道谜题，解开它，证明你有能力取悦我。如果你能做到，我们也不是不能谈谈。别让我等太久，亲爱的。在皮诺康尼被搅得天翻地覆前，试着找到我，抓住我，阻止我吧。事实上，来到皮诺康尼的译者不止一人，他把我和其他人弄混了，不过也无妨。
面具中提到的地址就是这里，只是没想到花火小姐口中的游戏竟是在匹诺康尼街头大开杀戒。受到如此直接的挑衅，我也多少被激起了些好胜心呢。姐，你饶了我吧，他说的这些我真不知道，都给你查过脑子了。我只是朋友一场，帮他送个信而已，谁知这不是送信，是下战书来了呀。都说两军交战不斩来使，你放我走吧，你们玩得太大了，我实在赔不起。很害怕的表情呢。放心，既然此事与你无关，我不会为难你的，就当陪我走走吧。哎呀，看来这侦探助手我是逃不掉了。行吧行吧，哎，都什么事儿啊。二位想知道什么，尽管开口。受害者的身份是？是位星际和平公司的职员，叫沙马里。听目击者说，有个人高马大的壮汉，穿的宽袍大袖，和沙马里擦肩而过时，突然一锤子砸了下去。沙马里当场就不行了，一下从梦里惊醒了过来，那凶手也转眼消失不见。哎呀，一听就是花火干的，他最擅长的就是变化成其他人的样子。那两个小家伙是？似乎是袭击者从别处偷来的美梦剧团，故意放在这儿的。真气人，简直就是不把公共秩序放在眼里。那俩东西一直不肯说话，不知道二位能否撬开他们的嘴。看来那就是花火留给你的谜题了。有发现什么线索吗？因为是突发事件，没什么有用的线索，只有袭击者使用的凶器和受害者的证件。那人没带走凶器，大概是在向我们挑衅吧，太可恨了。那位沙马里先生现在在哪里？我想和他见一面。啊，恐怕不行，项目加戏出面安抚了他的情绪，沙马里先生对梦中的不可思议表示理解，前往其他梦境继续度假了。还是不要打扰他了，客人们的体验永远排在第一优先。哼，等找到他，怕不是半个匹诺康尼都要被花火送回现实了。看来我们不得不陪花火小姐玩这场游戏了呢。二位还有什么事吗？请你再为我们说明下案发经过吧。没问题，你想问哪件事？谢谢。不用谢，二位想知道什么尽管开口。黑天鹅大人，我们总算等到您了。我是此地的捕头，旁边那位则是协助我一起办案的捕快。哟，盘腿叔叔，你怎么叛变了？还真开口说话了。黑天鹅小姐，他们果真是冲着你来的。少插嘴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听闻黑天鹅大人智计超凡，想来定能解开这起花火大人遇害案的真相。花火大人遇害案，受害者不是星际和平公司的沙马里吗？您弄错了，黑天鹅大人，遇害的分明是金锤家的家主金锤花火大人呢。啊，看来这是花火小姐自导自演的小剧场，和实际案件并无关联。金锤是他的姓氏吗？没听说过呀，
随口编的吧。我看花火也不像什么真名。今天本应是花火大人在金锤府邸接见手下三位勇士的日子，可当勇士们走进府邸后，看见的却是花火大人的尸体。花火大人的脑袋被锤子砸开了花，当场毙命。啊，多么残忍的暴行啊。据我调查，案发前日三位勇士本应押送一批货物回到领地内，谁料在路上遭遇了山贼泯灭帮的袭击，三人九死一生，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，但货物却被劫得不剩多少了，所以他们每个人都有为了逃避责任而杀害花火大人的动机。如此看来，是三位勇士联手行凶。这是结案了？不对，凶手只能有一个人，三个人都是凶手，还算什么疑案？稍等。实在圆不上就算了吧。有了，他们三人为争夺二把手的位置，关系极其紧张，根本不可能合作，所以必然是其中一人单独作案。其实不太讲得通，就算这三个人关系不好，可是请黑天鹅大人开始调查吧，案发现场留下了许多线索，一定能帮助您锁定真凶。我已备好案件卷宗，您可以向我了解更多有关嫌疑人的信息。黑天鹅大人，请容我向您介绍本案的三名嫌疑人：佐罗、中山和阿佑。佐罗是花火大人部下悍将，在对抗山贼时奋勇抗敌，右手不幸被斩断了，现在正在练习用左手写字和拿筷子，哎，真是可怜呐。中山这人胆子比较小，遇见山贼转身就跑，结果撞到了山岩上，整张脸都破相了。哎呀，可惜可惜，以前他可是城中难得一见的美男子呀。最后是阿佑，哎，这家伙贪得无厌，好不容易逃出升天，竟打算私吞剩下的货物，谎称是被山贼全部抢走了。佐罗和中山气不过，就把他的腿打断了。哎，等等，我给绕晕了，这左中右都是啥来着？呵呵，怎么样，您记住了吗？需不需要我再讲一遍呢？不必了，我都记住了。真不愧是译者。这有张证件，人才激励部沙马里，是受害者的东西。随着沙马里先生的惊醒，他的随身物品本应一并从梦境中消失才对。这张证件应该是花火小姐放置的，为了证明她确实袭击过某个人。我的个乖乖，这锤子分量可不轻啊，应该就是花火大人遇害案的凶器了。花火小姐也是用它袭击了沙马里先生吗？这东西我两只手拎着都费劲儿，真不知道花火是怎么用它来打人的。就这点证物，这叫人怎么答题吗？吓我一跳，你什么时候跑出来的？你们发现的两件证物是和沙马里玉玺相关的东西，花火大人物尽其用，将它们也当作了谜题的线索，但还有一些别的线索被放在了更不碍事的地方。这是否有些多此一举了？
哦不不，如果在犯罪现场放一堆无关紧要的东西，不就成扰乱搜查了吗？花火大人可是守法公民，绝不给家族添麻烦。哈哈，开人还怪好的哦。看来花火小姐是想为调查再多添几分乐趣，我们就收下她的好意吧。请来这边，侦探助手先生。小巧的装置是做什么用的？可以为我解释一下吗？看上去像是个按钮。别按！黑天鹅大人，千万别按！这是花火大人留下的相互保证毁灭按钮，一旦按下，花火大人会立刻和整个匹诺康尼一起灰飞烟灭。与此同时，花火大人也持有一个相同的按钮。一旦他按下，您就会立刻和整个匹诺康尼一起灰飞烟灭。这听起来似乎没什么区别。的确没什么区别。您不问问这是为什么吗？那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公平。有毛病啊。这又是什么东西啊？毛绒玩具？且不论形象为何是星穹列车的列车长，这个玩偶也和案件有关吗？您已有所不知，这在推理故事中叫红飞鱼，意思是误导思路的假线索。原来如此，但你这么直截了当地说出来，它不就没有用了吗？不是怕二位没能察觉花火小姐的巧思，误以为她随便扔了个没用的线索。多谢你的良苦用心，那我们就假装被红飞鱼误导了吧。这个玩偶也和案件有关吗？也不必这么给他面子吧。
这张告示似乎是花火留给我们的提示。刚听着还像个古代背景的故事，怎么突然冒出个人脸识别系统？那很有他的风格，不是吗？看来没有别的线索了，我们回案发现场吧。接下来就该锁定凶手的身份了吧？可这些证物我看了半天，也没觉得哪个可以指认真凶啊。佐罗，这家伙的手好像断了。记得中山是把脸摔破相了，没错吧？这人我印象很深，阿佑的腿断了。不如将思路反转过来，思考谁不可能是凶手呢？毕竟嫌疑人只有三位，一一排除也不失为一种方法。听这话，你是已经有头绪了？快说来听听。所以凶手究竟是谁？记得中山是把脸摔破相了，没错吧？是这样吗？是。是。是。可怜的人，脸上受了重伤，就算能保住美貌，最近也不得不缠着纱布出行吧。如此一来，他是无法通过金锤府邸的人脸识别系统的。如此看来，中山不会是凶手。所以凶手这人我印象很深，阿佑的腿断了。所以凶手究竟是谁？是。是这样吗？是这样。是这样。所以凶手就佐罗，这家伙的手好像断了。根据捕快的供词，佐罗的惯用手受了重伤，甚至必须学习用左手生活。威武那柄巨型铁锤行凶，对他应该相对困难，甚至是不可能的事吧。佐罗的嫌疑可以下降了。这么看来，凶手也只能是阿佑了。嘿，有点简单啊。咱们把答案告诉捕头，看看他是什么反应吧。请黑天鹅大人开始调查吧，案发现场留下了许多线索，一定能帮助您锁定真凶。真凶是阿佑。哈哈，嘟嘟嘟嘟嘟，回答正确，真不愧是黑天鹅大人。按照游戏规则，我将告诉您下一道谜题的地点。啊，下一个谜题，这跟说好的不一样啊。看来胜负的关键不在谜题本身，如果我们不能看穿花火小姐古怪情境下的真实意图，恐怕这场追赶永远不会结束。我得提醒你一句，那花火可是个假面愚者，你打算在一个假面愚者的脑袋里找逻辑？我的确是这么考虑的，即便主观不存在规律，行为也一定会留下某种共性。记忆是不会说谎的，他或许比那女孩本人更了解她的本质。眼下，我们就先顺从她的心思，
前往下一题的所在吧。希望这次能赶在猎犬加戏之前，如果可以，我并不想使用异者的能力。他们不会突然意识到咱们根本不是什么侦查人员吧？当然不会，请多信任我一点。他们不会突然意识到。当然不会。二位还有什么事吗？谢谢，我们。不用谢。接下来，那姑娘说他们一直保持沉默。所以你究竟为什么对花火的挑战这么上心？还是说你关心的是他这个人？我说过，这只是出于一些小小的好胜心，以及身为译者，我也要履行自己的职责，去收获一些足够有趣的记忆。哇，看着一地狼藉，还有那两个奇形怪状的家伙，多半就是这儿了。现场没有其他人，看来花火小姐用了相同的手段，把梦中的人送回现实了。我们先和那两位谈谈吧。